巴西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，并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。来自圣保罗、里约等地的华人华侨、中资公司的代表前往里约巴西空军基地，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出席 G20峰会。 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订阅和点赞，谢谢您。Se você gostou do meu vídeo, inscreva-se, obrigado.